直播吧10月3日讯，本轮欧冠小组赛，巴萨将客场挑战热刺。现据 Opta 数据网站统计，梅西在此前欧冠比赛中对阵英超球队共打进了20球，比欧冠面对其他国家联赛球队都多。据数据统计，梅西此前欧冠中面对英超球队共打进了20球，并送出了6次助攻，这比欧冠对阵其他国家球队都多。本赛季梅西在西甲中已打进了5球，欧冠中打进3球，保持着不错的状态。但红蓝军团想攻破温布利球场并不容易。数据表明，上赛季欧冠小组赛热刺主场3场比赛取得全胜，场均进3球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，巴萨将客场挑战热刺。